是我们的周文刚刚在短片说的那个他，就原来是他哦，高高的细细的，我以为是高高细细，我以为是我呢。我想问一下咱们可爱的周文啊，练习钢管舞有多长时间了？有6年的时间了。6年的时间？对。哎呀，你已经深深的爱上他了，对吗？对对对，无法自拔了。哎呦，好好。而且他把古典的舞蹈和钢管舞结合得特别好。多好啊！他的名字叫做梁。梁祝，冰冰凉的一个柱子，梁祝，你看看来，这个很难的是吧？还好吧，应该要求你的身体的力量特别足。对对对，我只会一个动作，你看我做的标准吗？好的。真的，我也会跳钢管舞，想看吗？就会这一个动作。没了。你还请我上去啊你？练练啊，你那不叫钢管舞，我这叫什么？驴拉磨。我想到了我。所以伟健老师一看就是有经验，有经验是吧？哎，看一看这伟健哥不愿意了，这好像你看我会，你不上去，就是你非得你驴拉磨了，你就来来来，掌声有请，有请和孩子姐来到台上来感受一下，来，你把围脖。